就是期待，最期待松韵呗。我想念着你的气息，想念你说的我爱你，就是这样彼此分开。太肉了，他今天还是我小脸。我的脸太胖了，这是我最害怕的。我要吃辣汤，我要吃重庆火锅。你觉得重庆太稀的嘛？今天吃还没吃够。我要死辣了吗？来三个吧。我够了，够了。有完没事啊？不是，跟我老婆浪费了。行，那给你煎点土豆去呗。做个薯饼。要的。你要试试看吗？单一而煎那种。我会煎，要不我煎。真的吗？那你来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没事，我切吧。这么捧场吗？拜拜。非常美。这可能就是长得漂亮。为什么你这么好看？但是漂亮的也太过分了。这位是没有，就是好久不见你，来看看你。